事隔经年，若再相见，我将以和贺你，以眼泪，以沉默。西利亚，有朋友了。奇怪，基督罗侯隐星身命，但为何九曜星轨皆有错序运转之兆？这位前辈，显然你是专业人士，那我便也直言了。50年后，空劫瞬息而至，整个寰宇都覆灭了。嗯，你们亦是不属于现世之人？是，在世界的终局，罗侯神、地界西皇之力继承者，还有斋女，其三人合力令时间重启。罗侯神，他如今是何形吗？是否是素发红眸？不对，应是金色瞳孔了。前辈所说的是那个叫冰离的吗？他和金发铁手的男人与我们一起穿越了错乱时序，不过已经在另一处节点同我们分开了。金发铁手，是他们仍然。你要找他们吗？当时那金发男人倒是说了他日后可能的去处，不过他似乎不太想见人。谢谢你们，我知悉这些已经足够了。咩啊，你们家这把枪莫非是祖传的？怎么感觉人人都有？这圣枪是独一无二的，只不过如今的我并不能像父亲一样唤醒他。我来到这里便是希望像父亲一样寻得邪神之血，以此唤醒圣枪真正的力量。邪神？我们这儿好多奇奇怪怪的血统呢，要不一一先借你几滴？你等一下。不用不用。玉芝和鱼姐姐，救命啊！这姑娘被一滴血给吓晕了。
北辰玄照，玄机天应。北辰玄照，玄机天应。是圣枪在呼唤我。是圣枪在呼唤我。